3月15日晚，嘉义通过微博晒出两个儿子照片，并自曝称：“分开了就想，在一起就烦，我是不是病了？有病就得吃药。”照片中，安吉和小鱼儿身穿同款兄弟装，坐在桌前开心玩耍，画面非常的温馨有爱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这不是病，这是爱啊！”哈哈，病入膏肓，需要打坐。一般都是这样，在一起就闹，分开了就想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